又嚟到一年一度非实力派低成本 cosplay 高质素拍摄非实力小剧团，今年我哋变成人气动画人物，上映一场集合打斗，亲情热血呕心，亦保卫地球拯救人类长度小剧场，由零开始嘅制作过程，去到 100% 嘅完成作品，全部执本上映，敬请细心观看。第一站我哋要嚟到深水埗嘅基隆街咧，买乜嘢呢？买布啊！因为咧，我哋成个古仔最紧要就系嗰个 green screen 啊，老母系最烦系要整后面嗰啲嘢啊嘛。系啊，嗰啲背景啊。哎，我真系觉得好难，我完全系冇嗰个 concept 啊。所以我要食翻啲益生菌先。系，因为好攰，好残啊，食翻啲益生菌。有冇话要边一只绿度噶？即系海嘅咋？啊，绿色就好用啲咯，因为你身上面冇乜嘢系绿色。OK， 除咗你顶帽之外。我觉得我哋揾布都会揾一个下昼。呢个冇啊。呢度有冇啊，师傅？呢个冇。哦，你个投资啊？好似都唔够鲜艳。系啊，反光唔得。呢个唔近。呢个唔近。呢个都似呢个弹性布啊。其实好难 ，Sally 揾到呢个轮毂啊。咁我哋9327，即系270cm 啦。首先个角度至少。全唔明佢计紧啲咩？要。每一塊要五碼，冇錯。好，布咧就買咗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要去揾馮寶寶幫我哋縫翻啲布。好攰啊，買完塊布已經。你覺唔覺啊？咁咪食益生菌咯。益生菌可以補充能量嘅咩？健康啲，精神啲，飽滿啲咯。200蚊。嗯。你廿蚊我知，有150蚊就賺。你中意啦。好啦好啦。你幾時要？好，24塊。好，唔該。天黑啦，啲布頭收啦。等下咧，我哋由深水埗已经嚟到呢个旺角，要系买假发。我想聚头啊！我哋用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已经买咗我哋要嘅嘢啦。劲快咯！试戴一下先。你记住今日咁样去揸车，以后系买嘢睇啲人会点。Kaneski。Kaneski。好似咩啊？点解似啲 band 友嘅？系啊，似啲咸湿佬。个发型似啊，我个样唔似啊嘛，你咪试戴下。唔使，冇兴趣啊。走啦，开车。揸车。喂，眨下眼咧，我哋又由呢个旺角嚟到太子咯。系啊，火拼时速，我哋只有半个钟嘅时间去选购物资。我怕买拍嘢嗰啲衫。我知道啊，所以成日拱咗我出嚟啦。系啊。我呢个啱着啊，呢个。我哋而家揾到呢个俾包包着嘅。好嘢，眨眼又收工啦。天黑啦。系啊，不过而家只系开始。冇錯，翻到去最後一個大龍鳳要搞。大家通常覺得細邊嗰個好睇啲啊，定大嗰個好睇啲啊？哇，好靚啊！依個小哥哥，好靚啊！要去廁所啊？我搞下講嘢。點解中間分界嘅？你對鞋好維和，又乾 sofa 第二套嘢。佢係側側地嘅個街，咁樣會型啲啊！跟我哋啊！我跟住佢個 show 啊！好似啲海象，佢都係去到海象啊！唔制唔到佢，好型啊！啲人咧咁樣，係嘛？喂，唔係你要？係係係係係係，阿渣，去。咁样咯。哦，你好咪？唔公蛋。系啊，唔公蛋。可以啊。试下。咳咳啦，咳咳。咳一下，我咳咗。咳咗 ，OK。就摆呢个执。咁样咯，我哋荷里活嗰套即系武打嘅 system 大概系咁样咯。好啦，咁样咧嚟到拍摄当日啦，咁我就要将呢个空空如也嘅场地咧变成一个绿幕嘅场景啦。咁我哋咧啲朋友仔已经 ready 紧啦，即系最紧要咧做嘢系乜嘢，知唔知啊？系咩啊？顺顺利利、顺顺畅畅咁样咧。所以我哋开工之前咧，我哋一齐要食一食呢个 Benfinex 嘅益生菌咧，去提一提神同埋系振奋一下大家先嘅。OK。顺顺利利、顺顺畅畅，一切好意头，好意头。即系好似啲便便好顺利咁。真系。咁多啊，我哋准备啦，我哋。近啲。桃园建议。近啲，近啲。哇，好劲喎！你哋。嗯。唔咬，唔咬。爆爆糖嚟噶。因为咧，佢嗰啲益生菌咧。
係唔可以咬噶，因為佢入邊係有微小晶球顆粒咧，可以直達腸臟噶。咁如果你哋今晚咧，即係大腸屙啲便便好靚咧，咁就唔關我事，係關。變咗事，係咪大個啫？嗱，呢啲咪錯誤示範咯，佢係冇瀉藥嘅成分㗎，係令到你個肚咧好舒服嘅。咁開工啦，好唔好？又有個後台答咗出嚟啦，係啊，扎實咗。有兩位驗樓師而家就驗緊樓啊，呢度係 OK 㗎，其實。係咪你心目中想要嗰樣嘢啊？接近啦。我哋而家咧就去试下咧，可唔可以key 走我哋啦？落地狱啦，少少影。大家好，我系爸爸。我而家咧谂住睇下咧，可唔可以将条尾啦，将佢移到低啲啦，就会变成一个好男人、好 man 人啦。所以咧，我就用呢个将笔，呢两条尾咧遮得几好，变咗做一个好非常之凶神恶煞嘅人。而家大家睇下佢条粉红色眉咧，已经出现咗啦。我唔要白色外层。点解？唔要唔要。敏感嘴唇。但系唔知点解咧，我明明系想扮一个细路女，但系而家有啲妖气咁样。因为个鼻咧就有直咯，又幼咯，就好似嗰啲男人咁咯。我就系 Will 嘅男同学啦，我要喷翻叫黑色。我好痛。好，掂。签字啊 ，OK。我而家系宫廷人，然后有一个茶餐厅嘅同事喺度。姜 B 啊，上下一层过我。而家咧就只有由李飞娜嗰个人。系咪好可爱啊？你好可恶啊！夹两个啊，会稳阵啲。我冇呢啲咁嘅女啊，其实我咁嘅样生咁嘅女好似好合理。睇晒合理嘅，即系我见到。啊更多打打打，系啦系啦，心下人间研发嘅 I 少少啦，系。我哋而家咧土法炼钢，呢个系张床，就可以知道佢挨落去似唔似啦，似唔似啊？似唔似瞓咗一个病床啊？似啊，咁就搞掂咯。仲有一个爆破场面，我喺你个电话睇好似爆炸。多子啊！大丈夫ですか？唔使理你啊！你呢只短距离猫吓咩人嚟噶？计划成功咗啦！我哋喺仙子杯水度落咗药，好长期便秘，排唔到毒，成块面散晒粒粒痘痘，咩自信都冇晒。为咗唔令家族蒙羞，就会同家族脱离关系。佢老豆就会震怒，为咗复仇世界，就会发动世界大战。一有世界大战，Chichi就要去作战。安妮 Will 嘅家庭都会消失，哈哈会唔开心。安妮 Will 会唔 Koleski， 一定要救翻佢。我送你去医院啦。就快到医院啦，顶住啊！救人一命 ，Very elegant！ 你咧就服用咗啲不知名嘅药，导致便秘，所以个肚先至会咁痛嘅啫。而家咧就只有心下人丹嘅便菲奈美菲娜精球益生菌先至可以救到你嘅啫。BBNS 美菲娜精球益生菌用了三层内酸性精球技术，确保最少 90% 的益生菌可以活着通过胃酸直达肠部。它加强润肠功能，软化宿便，提升排毒机能，还有助肚腩收细，改善痘痘和敏感皮肤。Chi Chi， 点解你喺度嘅？
我嚟呢度就系要执行保护 Bifenthrin 美菲娜征求益生菌嘅任务，唔俾邪恶组织得逞。为咗维护世界和平，唯一嘅办法就系要保护 Bifenthrin 安全送到轩子手上。我系黎明，虽然我已经完成过无数任务，但今次真有啲棘手。一失败，之前嘅努力就会冇晒。呢个任务绝对唔可以俾人知道。我要再睇心理医生，我加快接你。Chichi 是个大骗子，你知道得太多了。多走。竟然捉走了 Oliver， 不可以原谅。庄儿小姐，竟然捉走了只有三十几岁的 Oliver。哈哈，拉酷拉酷！拉酷拉酷！几经辛苦，再一次保护到世界和平。虽然好难，但守护到一个令小朋友唔使再喊。战争不会发生，同埋长到健康的世界是我的使命。Yeah， Andy 见到。四点。四点啊！辛苦晒，早唞啦，拜拜。Yeah， 大家都有自己忙碌的事情，咁我哋两位學生就去收拾呢個殘局先。我咪收拾完殘局可以有星星啊？你咪星星啊！Hello， 咁多位觀眾，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大家見到我成日著呢啲咁闊皮皮嘅衫啦，但係大家有冇見過我嘅真實嘅肚腩？可以大家睇下，大家有冇震驚？呢、这個 B B 都跟足我廿幾年噶啦，但好擔心我過幾日啦就會同年年去九日嘅日本旅行啦，跟住去日本做啲咩啊？食拉麵啊，食燒肉啊，飲 Bilu 啊！哇，我諗起都好興奮，但好擔心我肚子會越嚟越脹大，所以咧我咧就帶住呢個小武器啦，就係 Bifenthrin 嘅徵求益生菌啦。咁我今日咧就會食第一日，咁我就 keep 住會食。埋依個 chip 啦，跟住翻嚟咧就睇下我個肚腩仔有冇唔好繼續脹大，有冇縮翻少少啦。我喺日本可以食得更開懷、更開心，唔需要擔心我肚腩有幾大。咁仲有去旅行啦，大家一定會食好少菜啦，因為平時屋企咧就會煮菜食啦。但你去旅行，你食天婦羅，你唔會食菜啦；你食燒肉唔會食菜啦；你食拉麵冇菜食啦。我呢九日都冇菜食，咁我就睇下食呢個之後啦，我嘅便便會唔會好暢順啦？咁我今日就食。第一次，記住呢個徵求益生菌咧，係千祈唔可以咬嘅，因為佢入邊咧有好多徵求啦。咁嗰啲益生菌就喺嗰啲球體入邊啦，好似爆炸糖喎喺個口度，檸檬味。琴晚就都食咗呢個生化人丹，我今晚翻屋企會繼續食。喺大功告成啦！我哋啱啱又喺日本食完宵夜啦，我而家食个深海人丹 Bifenthrin 征求益生菌。头先食想食拉面嗰次食完一包，而家食第二，跟住记住嗰啲征求唔好咬爆。我希望呢个日本 trip 日食夜食日食夜食都唔会好大肚腩咯。いただきます。ミュージャンコレスキー。会不会起身？哇！望到球肉好開心，卜卜命啊！又嚟食定先。Hello everybody， 我已
已經由日本海船歸來了，大家看到我容光煥發的樣子，當然要多得日本的天氣、日本的美食、日本的温泉，但最重要是 DefenderS 的徵求益生菌。因為我去日本那九天真的瘋狂吃燒肉、小食菜，多吃肉，多吃澱粉質，好飽好飽好飽，但我又每天都吃這個 DefenderS 的徵求益生菌。大家看看我的肚腩，哇，冇嘢嘅。嗱，我个 B B 都仲喺度有少少嘅，系咪睇落咧个肚腩唔系特别胀大啦？我食咗咁多日，我 feel 到我自己嘅便便系非常之畅顺啦。因为你其实咁少食菜咧，你嘅便便系应该会好臭啦，好硬，去好少嘅。而家嘅便便非常之畅顺啦。而家我敢担保你照我嘅肠镜。我 feel 到我而家條腸係好乾淨，因為我 feel 到我屙曬啲宿便出嚟。同埋如果你冇食咁嘅纖維咧，你個肚其實係會結啲咕嚕結啲咕嚕噶嘛。但係我呢排咧個肚咧嘅腸胃咧係非常之靚，係冇依啲怪聲發出。我的皮膚咧暗粒嘅情況咧係少咗。大家睇下，噔噔，所以呢個就係食 DefenderS 嘅結果啦。就算而家翻到嚟香港啊，我都会每日 keep 住食一包，维持肠道健康。你哋都快啲一齐食啦！